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，来，请看正前方的时间。好，是他。来，中间上面。来，中间左边。来，先台下下来。啊，对对，刚才先表演了一段非常精彩，重回八零年代的那个音乐，然后也跟豪平互相有了一个互动，揭晓了最新的一个讲座，很精彩的一段表演。来看一下三垒方向。来，上面再一个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一串给五月，然后。拿一份这把奖给陆坡，谁可以来跟我分享？陆坡，我先问了，去年这个时候赢得你们，是以得奖者的姿态来到这边的，回到娘家，今天的心情呢？这个舞台熟悉的感觉，然后这个舞台嘛，对呀，先从舞台开始再讲到这个，很棒，温暖温馨啊，最爱精英啊，最爱精英，真的，嗯。那这一年来，你们觉得你们团有没有不同的变化？可以分享一下？不同的变化，嗯。其实好像没有，除了穿着有变化的，哎，大家有没有变化？是，那音乐往前推进了吗？更多的一些作品慢慢的诞生出来了吗？慢慢来啊。好，那我们期待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也变成一个全新，有好多音乐人其实都是今天讲的全新生，不管来表演或是入围，每年都可以看得到他啊。那今天和你们一起共演的就是五月，哎，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女生啊？因为她今天一个人要来跟你们五个人这样子见音乐，他们人很好，嗯，对，现在有点舍不得啊，而且你还有另外一个团，你自己的团那些团员呢？是我们这段旅程已经结束了。哎呀，可是你来这段旅程之前，因为你要以一挡五，有没有一些队友、朋友甚至家人给你一些 tips 啊，或者是？所以我要跟他们对抗。对啊，这一次这个舞台好像还好，因为他们人都非常的友善。嗯，对。那有时候有音乐要态度的话，就是要你知道吗？坚持起来的话。态度大家都不能。大家都第一次见面就一百以上，1000嘛，直接冲到最满了。Yes。很大场，没有人。所以我也没有再说了，是不是？你也把你坚持。大家都蛮就是蛮好讨论事情的。啊。那你会也跟你的队友们来讨论一下，说，哎，只有我的团员吗？对啊，他们应该完全没有在管这个事情。嗯，对，就是哦，应该说合作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啊。嗯，很有趣。很有趣，对，也跨出你另外一种音乐当中的舒适圈。对。哦，那你那一团目前的进度如何呢？我们也来关心一下。海豚吗？对啊。哦，就是我们还没有入围过金音奖，所以我就是很希望明年会出专辑。这样子，现在就是有在计划。而且金奖的话也有单曲类跟专辑类，你们可以同步进行。也许明年都会可以再让你们来到我们的贝蓝空中的话呢，都可以获得奖项荣耀的加持哦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今天非常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